中平五四三各位脸书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是中平五四三第46次的直播，今天是8月5号。我们今天直播的主题是“生民未有彰化孔子庙的故事”。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黄志平黄总干事。那黄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晚安。黄老师呢，他是彰化县观光导览协会，观光导览解说协会的总干事，就是他的秘书长。那黄老师一直在这个文化保存呢方面呢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还有解说以及探讨。那同时他也是行政环保署认证的这个文化保存的这个教育人员认证他得到这样一个证书。那这个证书其实是非常难得。那另外他也是救国团呢在彰化市团委会的副总干事那另外他也是社团法人彰化县观护协会的秘书长。那另外他在彰化市的这个城关课担任这个导览解说工作队的队长，让这个工作队队长。那他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署彰化县的志工青年志工中心的一个咨询老师。那另外也是彰化市的文化古迹青年志工团的指导老师。他其实导览过无数次的这个彰化的孔子庙，刚彰化孔子庙。那彰化孔庙其实是在清代清朝初年这个台湾学宫体制最完整的一个学府，它当时是台湾四大书院之一的所以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曾经问过脸书朋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去的彰化孔庙，发现它里面的匾额非常多了，那里面有这个与天地这个与天地禅这样一个句匾，那另外一个生民未有这样一个句匾那我们所以请教脸书朋友一个问题，就是生民未有这块匾是清朝哪一个皇帝给他的赐的匾？我们有几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康熙皇帝，那第二个答案是雍正皇帝，那第三个答案是乾隆皇帝，那第四个答案是嘉庆皇帝，那最后一个答案是道光皇帝那我们来看一下，请教一下黄老师，你刚才是来，我们要来公布答案的哦，是。那这块和生民未有的匾额，对，那就是雍正年间雍正当时的时候所颁发的一块匾额，生民未有。所以这是雍正几年？对，雍正元年的时候，他雍正元年的时候，他当时彰化设县，那但是隔一年之后开始了建这孔庙。但是这块匾额非常特殊的，通常我们在建一座孔庙的时候，通常都完成建筑之后，匾额再给。但是他当时时候还在建造当中，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匾额已经送达了这。所以他先给了，所以他先给了，非常特殊。他的年代写雍正元年。对，但是我们变成这个年代的话，我们比较无法去考证说到底是详细是在几年。但只是当时说，我们说以雍正四年来做一个基础，这样子来称呼他。所以呢，我们其实知道说彰化建县，它是在雍正元年。对，雍正元年1723年，所以已经建县300年。我这有几张照片是跟黄老师一起合拍的这个是在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个，这个孔子庙的一个大纲我们在那个花坛的这个麦当劳那边拍一张照片当时和黄老师穿了粉红色的衣服所以黄老师非常鲜艳那这个是可以看到黄老师非常穿鲜艳的粉红色的一个小服装非常鲜艳。那这个是黄老师绿色服装绿色服装呢，黄老师是在有一次在达德商工的学生到这个福兴乡去，那黄老师特别来担任这个导览的志工他当时穿的这件衣服那这个是我们彰化的孔庙夜间的照片这个是黄老师特别提供的。对，那我们还有一张照片是这个这是白天的照片。对，白天的照片。是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黄老师其实是在这个里头呢，其实是在彰化文化志工方面、文化导览方面，它其实非常有名的，而且它导览的可以说是最真实的历史。所以我们刚刚给各位好朋友谈到说，彰化建县300年，它其实我们现在距离300年还有一小段时间，还有3年，还有3年时间。所以我们再分享一下，就是说，彰化建县300年，我们知道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城市建的时候都有城门，对彰化建县的时候有没有城墙？当然也是有，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再过3年之后就是彰化建县的300年，但是这个彰化县这个名词是要透过官方认证的。因为从开始他彰化设县之后，他的名称对1723年之后，彰化县就成立了，到现在完全都没有更改过名字，就是他领域有一点变化，对，只是领域有变化而已。
所以变化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呈现啊。当然我们知道说当时的话我们彰化设县之后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一样有城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古老的地图，它当时其实是有城墙，对，而且它有四个城门啊，就像在这边的话，我们有看到像这边有东门，对，东门的话，这叫热根门，因为冬天在东方日出东方时候热根快乐耕作，那来到西门的时候，变成了秋天的话，那是庆丰门啊。那来到南边的话，我们有南边这边有一个宣平门，当时的话，这个宣平门只要说它是在迎接宾客，也并不是迎接宾客，是在那时候是比较蛮夷的地方之后，有一些比较需要教化的一些，所以变成用宣扬的政策这样子的一个宣平的名字，对。当然我们知道说。北方的这个门叫拱城门，通常以在每个县市的这个城门的话，几乎都是以这个拱城门这样子，众星拱月，北方向朝向朝向君主来做一个朝圣这样子，拱城门这样子。所以当时彰化其实是真的有四个门啊，是的，对。那彰化因为有一个外号叫竹县哈，对，听说当时是用竹子编的门，对，是用气垫啊，是竹子，对，因为比如当时那个彰化设县之后，他们那时候既然已经要设县之后，但是没有一个城墙的。一个防护之后，无法抵御外敌啊，外来的一些游民或者一些强匪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就用简易的用气垫啊，气垫，围成城墙是吧？但是比较可惜说那时候有林爽事件之后，毁掉林爽事件，整个都被焚毁了。但是后来好像有记载说，好像他有建土城嘛。对，城市之后是吧？对，是在后面的砖城，在砖城。对，但是因为他建了这砖城之后，其实他这砖城刚好是说取地利之便呐、啊，在整个彰化市里面，彰化县这边刚好一些红土非常适合来做。对，花坛那边都是花坛的。对，所以那时候你从一些古老照片里面，我们曾经看到说，整个砖墙建好之后，或者说整个开始产生瘟疫，因为很多池塘蚊子滋生之后，产生很多的一些瘟疫方面的一些问题出来啊。所以就把城墙拆掉了，也不是因为这样子就拆掉了，当然是好不容易建了这砖墙之后，但是这砖墙比较可惜都毁在日治时代，日治时代，对，日本时代之后，他为了要道路整建呢、啊，而且让利用他的街道改正，对，街道改正之后，让他军队好顺利进到市区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彰化其实是有现成的，对，现成的。那我这边、可惜就是现在有现成的遗址吗？目前现成遗址有，我们不通常我们都大约的位置是变，我看我手上这张就是这张图，对，目前为止看到这张是彰化的东城门。在八卦山下，刚好就是在彰化县的那县议会旁边，东城门在这边，真的是从外面之后城墙外面往里面的角度视察角度看过去之后，所以这张照片，这张是照片。目前为止，整个市城门我们找到的一些仔细的资料之后，只剩下这道东城门可看到这个它的一些踪迹啊。那还有一张，我这边还提供一张，这张我们从这张看到说，背后有环山，这个是什么山呢？八卦山，对，八卦山，对，东城门后山后是八卦山，那旁边都有一些池塘，有看到说就是有池塘，对，他挖现有的一些那个砖土泥土之后去建造这些砖墙出来，等于是那些泥土挖起来之后，它就有一个水池，它就是的，做成一个池塘，是。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彰化建县三百年了，其实是。最早是竹城，然后后来是砖土城了。是。那之后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因为它街道改正，对，所以大部分的城墙都被拆毁。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照片上去追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三百年沧桑里面，孔庙孔子庙其实它，你刚刚讲说它的生民未有，这个是，它这个是第一个牌匾嘛，第一个大匾巨匾。然后在剧本里头呢，根据我们黄老师的这个考证啊，他认为是大概在雍正元年或雍正二年之后送来，所以他等于是庙还没建好，这个孔子庙还没建好，对，还在陆续整建当中，他牌匾就已经过来了，所以可见在当时清朝政府统治之下，这个儒学它是很重要，是，所以他后来那边有个白沙书院哈，对，那孔庙建筑其实我觉得蛮漂亮，其实我们现在去看也是蛮漂亮的。那当时它其实前面有个菱形门嘛，对，菱形门，然后你可以讲一下说它的建筑，因为它这个很特别，就第一个门叫菱形门，对，然后第二个门叫做吉门，好，吉门，然后再进来就是大成殿，大成殿后面好像有崇圣祠，对，崇圣祠是祭祀孔子的祖先所以它这个，所以可以大概稍微解好，对。
那因为当然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彰化口庙它的渊源是从何而来，当然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从这张的图来看一下，山东曲阜孔庙，这是叫孔子的故居啊。这个孔庙听说是最早成立的，最早成立的，对。所以距离现在已经超过西元前1745年，所以到目前已经快2000年了，对，快2000年，是我们第一个孔庙，第一个孔庙。对，那他死之后，那边鲁哀公他在孔子过世之后的第二年。他就前往去那边去祭祀他、祭拜他，知道？他就以他孔子的故居啊，当成他的一个庙宇来祭祀啊。他是把他的孔子生前的一些衣物啊、书籍，还有他的所用的使用的车子，都把它陈列在那边。所以其实这个庙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春秋时代就有了。对。好，那我们从这第一代之后，发现当然它这个建筑是经过了一些朝代的改换之后，陆续的增建，维持到现在的规模。当时的话，它只有三开间而已，但是现在到后来之后，它已经变成就是有九开间的格局，跟帝王的。比我们这个彰化孔庙还大嘞。对，我们目前彰化孔庙只有五开间，所以它是九开间。对，那当然我们来了解说，原来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有让山东曲阜孔庙的成立之后，开始到把一些习俗带过来到我们台湾之后，我们最早的我们彰化的这份是哪边呢？对，我们这是彰化的，这是彰化孔庙的正殿大成殿，不是，这是鹿港，对，这跟着是台南孔庙，对，台南全台首学。哦，这好像这几个非常像，对，所以我们看它的建筑都是一种，因为在传统建筑里面，它有分成那个官方建筑还有民间建筑。那在官方建筑，就是在官方建筑里面，它有分成宫殿式建筑。对啊，所以说孔庙的格局它是属于宫殿式的建筑了。所以孔庙它基本上。但其实彰化孔庙它还不是台湾，还不是清政府时代第二庙，对，很明清的时候，它是明朝的，明朝是台南孔庙，对，那清朝第一个，因为这朝第二个嘛，第二个不是，第二之后还有就是那个，因为他们当时说在清朝的时候，他有规定说，只要县级以上的话就可以要设孔庙，就可以设孔庙，对，说那时候凤山县，所以这整个是第三座孔庙，对，第四座孔庙，第四座孔庙，对，是的，是啊，但是可以保存到现在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一个文化的维护的话，需要靠大家这样子一点一滴的这样子来维持它。对，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彰化孔庙的大成殿啊。这非常壮观，跟我们目前之前看到的一个山东曲阜孔庙的格局啊，但是山东曲阜孔庙它属于那个北方式的建筑，但是我们这彰化孔庙它是属于南方式的建筑啊，它 上面两端有个燕尾翘脊啊，这属于南方式的一个建筑啊，所以它其实有人说是它是那个属于这个漳州式的孔庙，对，从南方式的，它没有南方的建筑这样子延伸过来的，对，因为当时漳州人大部分都住在彰化，对，漳泉方面的漳州方面都移民到我们彰化这边来，泉州大部分都住在鹿港，对，所以他说泉漳不和常常械斗，所以漳州是住在彰化城，所以当时林爽文事件的时候，林爽文自己好像也是漳州人，对，所以他就是被林爽文被鹿港那边给那个给出卖的，对，被鹿港出卖，对，因为其实他们那时候最少就是泉州人士，他们先移民到台湾来，对，但是他们台湾来之后，他们就先占据港口，对，因为沿海之后他们那找的话就不用以港口就做贸易，他们比较好，对，所以他们会泉州人，因为泉州本来是大港，所以他习惯做贸易，是的，对。然后漳州人听说是务农，所以这边比较山上，对，比较山上。对，那我们知道说整个孔庙的这格局，它属于那个四进五开间呐，坐北朝南。四进五开就对，四进就是第一进就是临星门，第二进门是鸡门，第三进就是大成殿，第四殿就是崇圣祠，崇圣祠，对，第四进。那这个临星门的外面有一块碑啦，就文武官员在此下马，下马碑。那下马碑其实彰化好像有好几个地方有下马碑，对，有在鹿港有一块，新主公那边有一块，新主公有一个下马碑嘛，然后再来就是彰化孔庙，孔庙，那还有什么地方有下马碑吗？那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这设下马碑并不是说随意的一个庙宇或什么样的一些建筑都可以有享有这种领域的方式的，当然所谓的下马碑就是说你居民人等和官员来到这边的话，你看到这建碑，你必须下马走过去，以示代表对孔子的尊重。对，当时在清朝的时候，那时候马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对，看轿子，文官坐轿，武官骑马。对，对啊，所以那时候那个在清朝的那时候，康熙皇帝那时候，他们有规定。
变说，哎、欸，只要来到这边的话，你要代表尊敬孔子，尊敬，对，因为那时候满清入主到中原之后，所以只要是关键的吗？关键的，对，因为在鹿港那也是关键妈祖庙，对，那是关键的妈祖庙，然后他才有这个碑，他、啊、其实那个原来是旧的天龙宫其实没有，是，对，那新主宫才有，旧主宫没有，那这个地方其实孔庙应该是关键的孔子庙，对，所以他有这个下马碑，对，这下马碑。那彰化可能只有这两个地方像、啊、是的，我、哦、其他都没有。但是必须再强调一下，声明一下，因为目前鹿港新主峰这一块下马碑，那是在是那个最近期才去那个重科的，重科的，对，现在是碑不见了。对 对, 對，但是你看到它满文科的话，变满汉文的话，其实它两个是不。并不搭，因为已经无从考据说他满文是如何来刻出来，是是，但 是花了20几万再从那大陆那边再刻出来。这个的目前彰化这个碑，它不是重刻的，不是，它是原始的，对，是的，原始的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关于到这个下马碑的话，我们从这边先来看这张照片里面，我们看到说山东曲阜孔庙这边的这块下马碑，那这块就是台南孔庙的下马碑，但是差别不是这块下马碑里面没有满文，因为这块它是。因为我的认知上认为说，当时那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呢、啊，一些石碑啊、孔子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物都被毁尸带进来，那这块应该是后期在重刻的啊。哦，所以就没有满文。对，但是我无法去证实，因为从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的一些官方方面的一些资讯，我无法得知说到底这块是它的年代到底是多久。但是他们还是一样写说明代的记录。哦，是的。但是我们台湾这边的孔庙这边的就原汁原味了，非常漂亮的一块，保存的非常完整，但是台南孔庙，然后有机会到台南首学的话，记得去参观一下。所以台南孔庙的下马碑也是清政府给的，对，就是放在那边。对，那对，所以台南孔庙虽然是明朝的建筑物，是，但是清政府为了表示尊重，对，尊重的孔子之后，对，在那放下马。而且被我们看到说，他的文武官员军民等等先下马，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这张，我们看到说全台目前刚好看到一块台南的，现在这两块也一样在台湾。我们看到这一块的话，这块就是我们彰化孔庙的下马碑。但是因为这石头雕刻啊，石碑雕刻非常脆弱，非常坚硬脆弱，几乎都是从中间断掉啊，所以比较可惜一点。哦，是。对，因为它中间都是它的一个支力点会很容易从这边来脆弱断掉，是非常可惜。对，非常可惜。而且话且说，通常我们看到说这文字满文汉文和满文，它竟然把我们的汉文排在左边呢。我们文字方面变以左为大，这边我们的文字都是以左到右，那这边都以左为大嘛，所以我们的以前的文字都是从右到左，对，所以他把我们的汉文排在前面，这样子代表说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汉文化的一个尊敬，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是的，所以其实清政府对汉文化其实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喜爱的，所以很多满人都汉化。对，那我们这个其实凌仙门上面有六个那个藏经筒，对，藏经筒，对，通天筒，像通天筒，对，非常特殊。那台湾的孔庙很多通天筒，但是有六支的大概很少见，是没有，对，是找不到，只有在彰化上面才有。非常骄傲的，在我们彰化的这个孔庙的建筑里面，我们发觉到这非常特殊的，就在它的第一进门的凌仙门的上方啊。它这燕尾翘顶上面有六支这个通天筒。相传这个通天筒的话，那刚才是，比如说是在朱熹的时候，朱熹他在泉州他建孔庙的时候，他有在屋顶架设的这个通天柱啊。那因为代表说孔子他的一些德行道德，德配天地啊，道贯古今啊，就变成他的一些思想想法可以直达天庭，所以以这个通天筒来称呼他。有人叫藏经筒，说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有这种说法。对，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那时候以这通天筒的话，因为他为什么这边用了六支啊？有六支，像是代表六艺啊，就礼乐射御书数啊。那我们都知道说，孔子他在以前的话，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但是其实说以前的教育家老师，我们都能说他是老师，但是他其实他是文武双全啊。他还是会礼，他教你礼节啊，乐教你音乐啊，射教你射箭啊，御教你骑马，那这起码等现在的家训班的，他还教你射箭打仗这样子啊，教你书法。所以早期孔子的那个画像、都还有配件。对对，还有配件，对。所以这边我们都一般认说孔子他就是一个文人出身的、啊，事实并不然，他是文武双全。但是我们比方说这六艺的话，当然也是知道说这所谓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那代表说孔子他的弟子有3000多位，但是
称得上六亿的，精通六亿的只有72位，所以在这六亿的话，如果可以加持二目双全，就只有72位弟子。那灵星门进来其实是极门啊，极门其实是大乘门啊，大乘门，对，是的。那有人说，用这个极门，极门的意思是说，关联到那里，到前面要下嘛，到那里要把配件拿下来，对，是的，是这个意思吗？对，因为我们非常特殊说，在传统建筑里面，进到一些官员的家里面，他们的官宅里面，他的前一道大门之后，第二道门是变成做一个吉门，就对，到这边话，顾名思义就变成说，那个就是荒天化吉，就是吕布荒天化吉的这个吉门，来到这边话，会有士兵在那边看守。看守你进来之后，你身上的一些必须缴械，以示代表说主人的尊敬的、哦，是。所以呢，要有配件的话，要到第二大门要解对，要解件对。然后旁边好像有一个钟鼓是吧？对，钟还是鼓还是两个都有？两个都有。那这在我们这传统建筑里面都会常看到的一个这种配合，晨钟暮鼓，对，对，暮鼓晨钟啊，哎、嗯，那这边说，你早晨要敲钟，傍晚打鼓。所以他这个钟鼓，他当时的作用是什么？对，钟鼓他在敲钟吃饭的，敲钟变化，晨钟之后变化，他警醒世人，变化早晨时候透过学子这些儒这些那个这些僧员秀才嘛，秀才这边上、啊、都是超几点打钟？应该是变化在5点到7点，5点到7点，对，所以起来很早就打钟，对，是的，嘿，他、起来之后变化开始变化一天开始给这些学生这样。一个钟声敲完之后，让他警醒之后，我今天有什么样的目标？告诉这些生员，好，今天我立定的是求学的志向，开始努力读书，为什么报效国家？所以他另外鼓是傍晚的时候，傍晚时候会打鼓，不要，敲了这种鼓之后，他比较低沉嘛，砰砰砰之后开始不用你。一天的作息到结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后，你要把你的心给静下来，反省今天你的作息，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达到目标？没有达到目标，好好反省自己，对，自己明天要再继续努力这样子。所以听说在那个吉门旁边哈，是，嘉靖皇帝曾经刻了一个叫做台郡章义啊，就是是有刻对，这个雍中对，这个雍中很，他叫什么？雍中对，雍中对，很是，那是当时的知县杨贵生呢，很杨贵生的时候，那时候进献上去的，所以杨贵生刻的，对，还是嘉靖，嘉靖皇帝那时候杨贵生，知县杨贵生，哦，对，进体的，所以他是用他是其实是铸造的方式，对，铜铸的，对，目前为止，当时为什么变成孔子庙会被列为第一级的国定古迹，也是其中的一个文物之一。这是以前一个非常珍贵的文物。对，是的。那另外在大鼓下面听有一个卧碑啦，这卧碑它上面有刻字。对。那这卧碑它总共刻了8条的教规啊，那现在那条8条教规都变成它是在顺治皇帝的时候所刻的，他说那礼部颁布的，礼部就是那礼部就是现在那当时6部其中的一部，就是说是现在的教育部，等于是他刻的一些教规在这个，对，但是可能都是现在的校规啦，校规，对，它里面其中变成有只是说你生源来求学之后，你学的一些知识之后，你不能随意的去新送，不能帮人家写一些那个。现在这个卧碑还在吗？还在的。但是字已经看不清楚。对，已经非常模糊。字已经非常模糊。但是这些文字方面都是有一位教授已经把它给拓印起来，都一本书很专注的给拓印起来。这个是很棒。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给各位的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其实大乘殿呢、啊，它中间其实不能上去的嘛。对，是。它其实是从我们讲玉路、啊，对，一条玉路，中轴线。那它这个有什么？这个大它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嘛？对，因为很多庙好像也都不能从中间的，就是它那个叫做玉阶是吧？玉路，对，赤壁，对。因为通常不用以这个玉路这条空间的中轴线的话，通常也不用把它当成是一个神圣的空间、啊，神道了，对，一个神圣的空间。就像我们去庙宇里面，不用中间的话也是留给神明走的，不用迎神之后进去之后会先信徒喊进哦。就这样子把神明给请进去，这样子。所以彰化孔庙就是说，它的前面灵星门、第二道的大乘门，还有这进孔庙的这个大门，它其实平常都是关闭的。对，是关闭的。那什么时候会开、啊？好，它只有在那个当时，因为在彰化的孔庙它非常特殊，它每年会有两次春季和秋季。对，秋季就祭孔大典的时候，当天928当天它会开大门。928开大门正门。那还有一天就是在每年的那3月的时候，考生祈福。彰化县有办理那考生为考生来做一个祈福的时候，也会来这边，当天会开大门、那当天会由那地方首长，就是我们的县长，允许那当天国家考试的一些博士生的国家考试通过了之后，可以通过这由他来引导，跟着他后续
全新进入到大门，所以他就他有这两次他就可以就可以开大门了，是开大门。那在封建时代，据说是有人中进士还是举人，他就会开大门。对，会开大门，会，因为他其实在以前的话，这个一个习俗里面，变成他的一个礼仪，变成他在那个临行门前面会有一个那个判词，一个半月的判词、哦。是是是。对，那变成他这变成。是湿热判水，博采奇情。那是从诗经过来的。比方一些状元博那个他们进士之后，从那个判词里面去采取那情，把它插在自己的官帽上面。他进去之后，像向孔子的来祭拜。那现在其实判词已经看不到了，看不到了，看不到，因为在日据时期啊，这个街道改正的时候把它刮掉了，刮掉。那祭孔大典，我看这个我们彰化好像是六义五嘛，对，六义。但是我们在因为台北的保安宫的台北的孔庙祭孔，我曾经看过，对，它好像是八义。八义是的。那为什么这个有这样区别？对，因为当时的背后是那台北孔庙是属于府学。哦，府学。对，府学的话，所以我们这是献血。对，献义而已。对，所以献血的话就是六义。六义五，对，府学是八义。格局不，因为八义五是其实是属于那天子。按照六义属于诸侯，诸侯对对，所以他孔子他属于那个文宣王，然后属于诸侯，所以是跳六义五这样子。在献血的话，就用六义五来呈现。那以前在这个祭孔大典的时候，9月28号是都有那个拔智慧卯的习俗，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再拔智慧卯了。那现在是改成什么？但是当时的话，其实在我以前小时候，我还是曾经参与过这个拔智慧卯。那时候在清晨的时候，三点多就去排队了。我到里面的时候，他会用牛猪，牛羊猪这样子，用三牲这样子的一个。要是生出好，对，当成那个八字会嘛，我们去参与的时候就在排队了，排队之后等到祭祀仪式结束之后，大家都抢着去八字会嘛。通常说拔之后就所谓的智慧，那当然我希望说我现在拔之后，我不想说我智慧有增长啊，应该是有，是有。因为智慧毛其实不是，通常是猪嘛，哈，毛猪里头它就是说只有背部的毛才是智慧毛，对，是的，其他都不是，所以它的那个毛其实很硬的，非常硬。对，我有曾经去拔过。那这个习俗，因为是在当时到我们的那一位县长，那就是那个周庆玉县长，那时候他发起说用这样子。是这样子的习俗，这样子是否需要来做一个改正？我说做县长的时候把它改掉。对，在做新运县长的时候，那时候改掉的。所以现在改成改成说用那个可以用摸的，那时候并没有，那时候他开始进慢慢的来改正，说不要再拔智慧嘛，对，不要用抚摸的，抚摸这样子，因为大家会去抢嘛，啊，只要有用摸的，大家都有份。哦，对对对，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啊，之后到后来先近期之后开始用米糊啊，用一些糕这样子，状元糕之类的，状元糕。对，用状元糕、糕饼之类的来代替啊。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是彰化孔庙其实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但是今天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呢，这个彰化孔庙的分享啊，就黄老师的分享，就到现在啊，要告一个段落啊。但是要结束之前呢，我们要预告一下下一次的直播主题哈。那就是8月8号那天正是父亲节，原来那一天是没有排，但是因为我们在前次就有那巴哈伊其实是一个宗教，就是我们有个老师要来分享那个巴哈伊，所以我们下一次第47次的直播主题是巴哈伊的同行服务之道。那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宗教，像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那我们有一个教派叫做以前叫大同教，大同教。那大同教里头，它其实是在伊朗刚开始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它的音名叫巴哈伊，那据说这个巴哈伊是在太空当中唯一听得到的声音，所以他们就创了这个宗教。那这个宗教其实是一个很新的宗教，它距离现在还不到200年，它也大概18世纪的19世纪的时候才创建出来的宗教。那当时呢，北京的清华大学的校长啊，那这个清华大学叫曹云祥，他就翻译这个经典，发现他对巴哈伊怎么翻，他就在想，那后来发现他的教义是讲说在，人类的进化的各个阶段里头，他都会派人家派一些圣人来，所以他认为是释迦牟尼也好，耶稣基督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教主也好，都是上帝的别称呢。
哦，所以他是所以他就把这个宗教，他认为这个这样的跟儒家的世界大同有很大的关系，嗯，所以他就把这个把它移翻成这个大同教，是大同教。那香港有个艺人叫方大同，方大同是。他这个大同，因为他爸爸是笃信巴哈伊，所以他就把他名字取名叫大同教。大同，那是这个大同教里头，到1991年，大概民国80年前后的时候，他们又把这个按照他的音哈，就把它重新翻成这个巴哈伊的这个信仰。所以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一位老师哈，来跟大家分享。王老师啊，因为王老师他其实是国小老师，是。那他在这个里头巴哈伊里头，他有非常深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就来请教他巴哈伊的这个宗教的有趣的地方哈。那我们也弄了一个题目，那巴哈伊他因为他是没有教室。没有神父，没有这些东西，对，但是他有一个全世界有一个最高的行政机构，叫做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那这个世界正义院，我们就题目说世界正义院在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城市？我们有几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伊朗的德黑兰，因为它是发源自伊朗。那第二个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各教的这个的很多教的起源地。那第三个答案是以色列的华海是海法。海法它是以色列第三大城市，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那第四个答案是法国的巴黎，那第五个答案是英国伦敦，那第六个答案是美国的西雅图。所以我们的题目是巴哈伊它有个空中花园，那空中花园的旁边里头它有世界正义院，那世界正义院位在哪个城市？那我们欢迎大家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写在我们这个下面。那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告个段落，再次的感谢黄老师在访谈当中抽空来给我们分享彰化孔庙。我们希望将来有机会呢，再请黄老师来分享彰化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往昔的这些历史宗教或者是古迹。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谢谢。